小玉咯，我只推荐红色带一些护穿，其他都可以自己选择。另外给大家推荐一套我玩男刀打野的符文，黄色必须带护甲，然后大金花必须带攻速，因为这样的话打野就没那么伤了。现在打野刀可以附带20点的伤害给野怪，所以多带攻速的话打野会比较舒服。安全度过前三级以后，回家出那个400块的药水，基本上就清野不伤了，一直打到后期了。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男刀打野就算到了白金分段也是很轻松的。以后有可能会做一期男刀打野的视频啊，大家就敬请期待吧。接下来进入正片了，男刀的各种各样的连招。首先是最基础最基础的就是 AQ，Q 技能属于一个可以把特效附加到普攻上面的技能，简单来说就是可以重置普攻。这个机制练好以后就可以开始练 EAQ 了。这就是男刀最基础的东西了哦。如果前期想要杀人的话，想要打出输出的话，AQ 是要必须的。这个基础练好以后，后面就可以加一些什么910啊、大招啊、W 之类的都可以加。接下来就是常规连招了。在讲连招之前，先说一下两个概念。首先是 RW 和 WR 有什么区别呢？当然有区别了，而且还非常重要啊，这个技巧。先 R 再 W 可以保证技能的命中率，比如别人在我们 R 的时候闪现了，我们就可以用 W 跟上。打出最后的伤害，收掉目标。先 W 再 R 的话，就可以保证在人群中刺杀后，然后全身而退。就算别人交了闪现啊，刺杀不掉，我们还可以依靠着大招的移动速度，还有幽梦的移动速度来逃生。那么两个的区别就是，RW 可以保证击杀，但是可能会有点危险；WR 的话可能会空啊，打不死人，但是可以保证全身而退。至于怎样连的话，就看场上的局势了。比如单杀的话，可以用 RW。那么下面进入常用的连招教学环节。最常用的就是在 EAQ 的基础上面加上一个 WR，这波是因为我确定他只能往后跑，所以这个 W 基本上是必中的。这套连招看起来就比较爽了，一瞬间就把所有技能丢出去。当然这波我的手速可能有点慢了，这波就稍微快了一点。EAQ WR 这套技能有一个比较致命的缺点呢，如果伤害不够的话，那就必须在人群中把 R 收回来了，然后就暴露在人群中了。接下来是 EAQ RW。在不清楚对面有没有闪现的情况下，或者对面像亚索这种有位移的英雄的话，就可以用这套连招了。但在打团的时候，如果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的话，也可以用这套连招。在进阶连招之前，先跟大家聊一下，九头蛇还有提亚马特这件装备应该放在哪里。九头蛇提亚马特是一个可以取消普通攻击后摇的东西，而且这个特效本身也是没有攻击后摇的。我个人感觉这个东西应该属于一个半普通攻击半技能型的东西。既然它可以取消普攻的后摇，而且它本身也没有攻击后摇的话，我们只需要把它放在普通攻击的后面或者技能的前面，那么连招看起来就非常的顺畅了。接下来看一下进阶的连招，首先就是在常用连招前面加上一个闪现。不管是对线还是杀人，在前面加上一个闪现的话，都很容易吓得别人反应不过来。这套连招是用来收割残血的，一进人群 W 收掉，然后大招逃跑。这里面我是加上了一个九头蛇，在人群中稍微打一点点的伤害。大家计算好 W 加上大招的第一段可以收掉一个残血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一套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实用。一二起手，然后调整一下姿势，再把其他的技能给打出来。我这里因为有九头蛇，所以一九头蛇二。这套连招适用于什么情况呢？首先一个是打团的时候，如果对面的后排站得比较靠后，我们很难接近的话，就可以随便一刀一个人身上，然后走到脆皮的身边 WAQ 把他秒掉。再一个就是面对安妮啊、光辉之类的英雄，为了保证击杀你不可以被他控住，就可以用这套连招。到了后期难道的装备起来的话，我们就要尽可能的留技能了，特别是 W 技能。在刺杀完一个脆皮以后，我们可以留着 W 的 AOE 减速技能来配合队友，打出大量的 AOE 伤害。最后要跟大家说的就是，在打团之前要看一下对面有没有睁眼，在刺杀之前稍微想一下，应该用哪套连招会比较好。最重要的是 E 技能的距离啊，大家如果用智能施法的朋友，可能有时会连招失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连招是先开启 R 的，我这里没有素材，那就直接说一下吧，把自己想象成狮子。开启大招，然后开启幽梦突到对面的脆皮脸上，然后一套技能。不过前提是你的装备要好，然后另一个就是尽量不要让别人发现你大招的飞镖，不然可能切不死人，或者别人看见你的飞镖就跑掉了。那么本期的教学就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呢？
支持我的话，希望大家可以多来光顾一下我的淘宝店。我们下期再见。